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华西街的阿义卤肉饭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哦，现在这排队人潮并不是排卤肉饭的。哦，是排前面那个挂包的。哦，所以可能店的正面我不会照得很清楚。哦，这个人潮真的很夸张。哦，很久没有来了。那这个是有在卤肉饭节有得奖的店家。哦，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蚵仔卤肉盖饭，快速拍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第一个吃到蚵仔卤肉饭的店家。好，这样，哎，谢谢。哦，感觉跟之前的人好像都不太一样，好，那就等一下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关于店家的介绍，可以按暂停键看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是华西街观光夜市的简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阿义卤肉饭，我第一个吃到蚵仔盖饭的店家。好，那这个卤肉饭当然要加辣啦。哦，阿春食堂随手包蒜香辣酱，随时想吃随时就加。啊，这个辣椒酱随手包，那这也是我妈妈最喜欢吃的辣椒酱，就给它加去啊。然后在虾皮买得到。好 ，OK。哦，很久没有吃了啊。哦，这个季节的话，蚵仔可能会比较瘦一点。大颗蚵仔，刚好非常符合主题啊！蒜香辣椒酱加上这个蒜酥、葱花，然后还有很新鲜的蚵仔啊！哦，这样吃起来真的很过瘾。满满的海洋能量，真的很棒。好，下面就是肥肥滋滋的卤肉饭，真的很好吃啊！甜咸甜咸味道，然后跟这个蚵仔的鲜甜啊，非常的搭配。华西街的名店。再就该把这个卤蛋加进去了，15块。然后卤得很透哦，好吃。哦，这样吃真的很过瘾，若是半熟蛋就更爽了。好，这样辣椒酱搭配着吃哦，真的是很过瘾啊。好，相辅相成啊。真的很好吃啊。
哦，这三种味道，卤肉饭、鹅啊，还有这个辣椒酱哦，还有其他的配料搭配起来，那真的很好吃啊。哇，阵阵爽哦！好，120分哦，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，赞哦！啊，热腾腾，热腾腾的啊！真的很美味啊！吃起来好像还稍微会有点黏嘴巴的感觉啊。好，真的很棒啊，精湛啊！好，那个人觉得非常的推荐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啊，上面有写哦，1967年创立的老店。啊，那现在在和平西路三段的这一家，就是我妈妈说的佛跳墙。她说这个要订的啊，就给各位朋友看一下价钱，佛跳墙1700，然后等等等啊。我说现在非常的热门呢。好，那看到一点就好了。好，那想订的话就自己来询问。好，那再来就来蒙甲夜市走一下好了。好，这个是平日的蒙甲夜市。好，我觉得我应该从这一面走哦。哎呦，结果这些排队人还蛮多的啊。金蒙甲红豆饼。有蛮多年轻人喜欢的哦，那这一家应该是不错。好，那就继续往下走。哦，空了好大一段，啊，这家也蛮多人在等的，肖家挂包。这个要拍一下，以前我也很喜欢玩啊，应该是叫吞食天地了。哦，在这个国中跟高中的时候，恩叔超喜欢打电动。感觉这个阿娇鱼的招牌都改了。好，今天感觉店家好像比较少一些。阿珍卤鸡脚啊，这家也是蛮有名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华西街观光夜市入口的地方。
好，那这个是果汁。哦，阿姨今天怎么好美哦！好多网友应该说网友看了你的影片来买，真的哦。啊，有一个太太说哈，如果没有看你的影片，他就睡不着。真的哦。他习惯了，都习惯了。哦，这样。啊，阿姨今天怎么那么漂亮啊？还快过年呢。哦。哦，这。一下哦，好漂亮啊！好漂亮啊！谢谢、欸、谢谢，来，弄个两只来吃啊！哦，好好好，哦，太有特色了，哦、太漂亮了！开玩笑啊，看你的看了好几年了、啊。哦，真的哦。对。好、哦，感谢啊、哦。这是啊，是哦。拍那个美食的。哎、欸，对。拍美食，然后他们就去哪里吃。哎哎哎。你说哪里好吃，他就去哪里。好，那就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啊、哦！那这一家东港西黑人就是必吃的了、哦。好、哦，本来想说下一次来的时候再来拍啊，现在经过就来吃。带衣服跟外套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阿姨，谢谢你啊、哦。好，那阿姨相当的热情啊。好，那今天就这边 Andy 了啊、哦。好吃的东港旗黑轮12块而已，然后其他地方都上架了。嗯。好，热腾的。你要什么酱？那个还有那个地方给你。我选一种。你看我另外包几个。好，下次再好好的拍一下，灯光不太够了。哦，外酥内软，然后里面就有这个，有包一个蛋在里面。好，真的很好吃哦，是满分的店家。好，真正有够赞啊！好，热腾的，然后一只12块，然后这个多家媒体的报道哦，名嘴特爱，好，好吃又美味啊、哦，然后你看这油这么的干净啊，每天换的，哎，每天换的，哎，非常清澈啊、哦，而且阿姨非常的热情，而且非常漂亮啊，过年了要打扮一下啦，哎，这样。今天才有过年的气氛。哎，今天营业的店家好像比较少，哎，前面的没有订单呢。因为今天早上下雨。哦，这样。哎，下雨天了。哎，辛苦了啊、哦。哎，我是看到雨停了就赶快出来。哎，这样好。我比较勤劳了。哎，我也很勤劳，再拍一遍，我也比较勤劳。对。这本是他有看新的影片了。哎，对。好，那就要给阿姨多多支持啊。过年的时候会休息吗？没有，都不休。没有。啊，那这样应该赚到两栋别墅了。我们过年哈、哦，一天睡3个小时。那这样会赚到两栋别墅吗？没有。我没有那么贪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开玩笑。好，那排队人潮非常的多了啊、哦，便宜又美味耶。好，那今天就 Andy 在这边了啊、哦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。然后这个夜市小吃。就自己看了，有的便宜，有的贵哦，拜拜。